两个是怎么认识的，还记不记得？当然记得，刻骨铭心嘛。对啊，怎么认识的？是以武为缘。没错没错了，是我们去年由我们深圳卫视主办的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，也是在锦绣中华民族文化村拉开了序幕，我们两个就相识了。啊，没错。其实这个之后呢，让我觉得其实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，中国功夫正在以全新的视角向全世界展示它的魅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概括得非常好啊。嗯，这恰恰说明了功夫是没有国界的。对。其实呢，我想今天你看展示的既是传统的功夫，又有现代的功夫啊。嗯。展示了他们独到的魅力。没错，其实我们这次大赛呢，也选出一些优秀的选手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些功夫之星们也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。接下来，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武魂。